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其实在认识神之后，我发现就好像普遍六千年来一般的教会他们的错误的现象一样，会出现在我们人生当中短短的几十年，同样的现象会出现。就是什么现象呢？就按照人的自私呢，人只是求活水的复兴而已，而原来个别来说我们都会。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都说我们跟从他的话呢，到最尾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个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跟从神的时候，很多人呢是因为活水呢，他们很着弱，他们很开心，他们觉得活水好，他们觉得用活水的方法去搞教会，他亦希望领袖阶层都全部是用活水的方法，用呵护的方法。而事实上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我的侍奉我都发现，其中在教会当中领袖阶层所谓用的旧教会方法呢，都是九成九呢是活水的。即是他们会觉得要救教会啦，人洗石安呢，有啲去想救教会啦，原因呢即係去到领袖阶层点解会咁多鞭策啊，咁严啊，点解唔会善良啲啊，呵护啲啊，呢种方法可以一路走落去啊咁样。但係问题就係咁啦，问题喺咁多年里面神都同我讲，又话其实我係将一隻破铜烂铁交喺你个手呢去开始呢间教会。就好像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来自一个大型教会的牧师家庭，甚至我们未回到大型教会的。没错，其实我们根本是不配得，也不识的，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究竟一个大教会应该怎样，有神的同在的教会应该怎样，我们个个都是刚刚开始学的。但是神跟我说，就是我将一扎破铜烂铁在你的手，而你能够搞得到教会，那你才依赖我。但是我不希望你们继续留着破铜烂铁，我希望你有一天会变成贵重的器皿。一样就是其实很多在我们带信主的这些人当中，他们来自黑社会背景，有些可能黑市夫人，有些是吸毒的，有些根本是犯罪的或者软弱的，有些是在世界当中甚至是做尽很多的坏事，很贪婪的。但是来到教会的时候，没错，活水会使到任何有需要的人都很着弱，只要你有病你就想医好的啦，只要你有缺乏你就希望想有供应啦。但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拥有了这个活水之后呢，我们忘记自己其实仍然在神的面前是破铜烂铁。我们不是一个贵重器皿来的，我们仍然存着自己的自私，我们都欢迎接受这个活水。但是神不希望我们留在这样的光景，神赐下教会的系统给我们。我相信在我开始教会来讲，教会最多受攻击的呢就是教会的系统，姊妹的系统不好啊，弟兄的系统不好啊，全职的系统不好啊，这个对于系统不好啊，家长系统不够完美啊。但是这些人哪有资格批评神所赐的系统呢？这些人只不过是破铜烂铁而已。其实神赐下的系统呢是完美都好啦，我们因为不完美，有不完美的人执行的系统才丑恶而已。其实你就好像看中国的系统，共产本身它都有好的地方，但是现在就算连大陆自己都知道这个系统不能够做到它的好处的原因，就是因为贪污嘛。所以就算美国他们的系统是好的，但是里面所出现的阴谋甚至他们经济那种的垄断方式，又一样会使到他们没办法在医疗上面，在能源上面能够对全世界有贡献嘛。所以你看到通常这些破铜烂铁的人呢，那种骄傲呢第一时间就会挑战系统。但我想你知道，我们教会的每一个系统都是神赐的，无论我们第一个的对一系统，第二个对一系统，都是神赐给我们，而使我们从这些系统当中将我们由一个破铜烂铁变成贵重器皿。我们没有资格去挑战神赐下的系统，因为我们个个根本都还要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去学。但在这么多年当中，我就常常跟这些败坏人信仰的这些人去周旋，我当时会走出来说要救教会啊，这间教会不够活水啊，不够呵护啊，这种严格是不等使啊，他们只是看到信仰只有一个层面，而这些人在前变成在后。虽然一面他就说要呵护，一定要用这种友善的方式去搞教会，但是他们用的手段呢，那种的悲壮，那种诋毁人人事的方式呢，就一点都不像是呵护方式。原因就很简单，很多时一些人去长大的情况是习惯了他的亲戚朋友买他怕呵护他，
於是乎佢翻咗教會，一見到活水，佢就覺得活水就係救世嘅方法啊！呢個就係救世嘅方法。教會唔用呢個方法咧，就一定係落後噶啦。佢覺得呢個方法就最好。好啦，當教會咧有呢個點燈嘅呢一個嘅現象嘅時候，去管教去鞭策嘅話咧，啊，佢哋就抵抗啦，佢哋就抗議啦，佢覺得一定要出嚟救教會啦。雖然佢就要人呵護，但佢哋就唔係用呵護嘅方法咧去達到佢哋嘅目的嘅。啊，佢哋用抗議嘅方法啦。他用一拍两散的方法，他用无赖的方法，甚至用哪吒的手段。你会看到，如果他们真的这么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为什么他所做的根本完全相反？为什么他自己做的就不是做呵护的方式，但逼就逼人要用呵护的方式去对他呢？就如我所说，这些完全未心意更新的人是带着属世的罪，他以为活水是不处理他的罪，所以变成活水这个信仰一定是真，一定是好。但如我所讲，就是这个人类六千年来所祷告所祈求的，但不是神的真正创造人的目标心意。神有祂的计划，但是祂会先满足我们的需要，但这个满足是为了吸引我们去知道世界上有个真神，而愿放弃我们的自私，放弃我们的框框，放弃我们的破铜烂铁，去起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愿生命因你得照亮，愿生命因你散发馨香，甜美诗章心里轻轻唱着，愿我将心曲永奉上，赞颂你是诗歌与拯救，你是世上真光，赐我一生方向，你伴我踏风霜，经黑暗，你是我亮光。保障，愿生命因你得照亮，愿生命因你散发馨香，甜美诗章心里轻轻唱着，愿我将心曲永奉上。